好，下面请您欣赏群口相声《酒令》，表演者高峰、栾云平、郭麒麟。谢谢各位朋友热情的掌声。哎，对，郭老师说的不错呀。啊，你说的也挺好。我就差着了。你看你这不一上来大家都走了吗？你看啊，人上厕所了啊，这是必要的。对，大家听几个小时相声，坐着温丝不动也不大现实，谁也达不到，就得找不是郭老师演出的时候，对，去上厕所方便方便。哎，到吸烟室抽一根烟，抽一口。哎，大家上厕所可以理解。嗯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因为郭老师还得喝点水嘛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看，爷们儿，啊，这两句话咱别连着说行不行？你问问他喝水没有？喝了。同步进行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喝的不是一个。哎，演员跟观众都需要休息休息。对，休息时候台上不能空着呀。是。由其他演员来给您弥补这个缝隙。这叫垫场。今天是个好日子。今儿啊，郭德纲于谦合作十周年。对。今天算胜利闭幕。嗯。算闭幕式。哎，末一场。俩人合作十年了。是。确实不简单。嗯。郭老师的相声说的为什么好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受到各位朋友的欢迎？人家为什么爱听呢？我分析过。怎么回事？脑子活。哦，能把很多老相声当中的糟粕能够剔除出去，好，然后加入很多更糟粕的内容。那图什么呀？那个贡献呢？这就是，哎，这贡献很了不起啊！今天既然是个好日子，是，那这么办得了？干嘛呀？我打算请你喝个酒。喝酒啊？不知道你会喝吗？干嘛会喝呀？啊，每天每都得半斤八两的。这么说您能喝？爱喝。喝酒的时候就这么干喝吗？来点菜呀、啊，没说酒菜啊。喝酒的时候，您跟朋友就不划个拳呢、啊，行个令啊？会啊，什么五十啊，十五、二十啊，嗯、啊，什么棒子棒子鸡呀、啊，什么击鼓传花呀、啊？哦哦，我告诉你，我连日本拳都会，会的还不少。是，这么办吧，啊，我请你喝回酒。你要请客吗？咱俩来那个新颖的酒令。怎么叫新颖呢？来一回找节日。找节日。对了，这是考考你 啊, 啊，一年多少个月？十二个月。十二个月、嗯、找出十二个民族传统节日来。传统节日，找出这节日大家还得公认。哦，认可有这么个节。嗯，找上来了这为政令。哦，找错了或者不承认，这个呢这叫乱令。这是错了。哎，咱俩来这个怎么样？还必须得是民族传统的传统节日。这方面知识啊，我呀比较缺乏。那怎么办呀？您看这样行不行、啊、我找一帮忙的，找一助手。对，行啊，好不好？可以啊，等于我们俩人。哎，行，没问题。一个人了啊，您随便找。我看、那个、就是玩儿，对不对？郭麒麟在那儿蹲着呢，来来来，嘿，慢慢悠悠的，嚯，哎，您是高峰老师啊？对，您在这儿了，我请你喝酒，我喝酒，走，哎，我找你，啊，我找你，你找我，对，找干嘛呀？找节日。找节日，一年十二个月，嗯，找出这么十二个传统节日来。哦，他一人，咱俩人，您得帮帮我跟他 PK。对，可以呀，好不好？我就这方面有特长。好好好，嗯、那我没找错人，是吧？对，找我来，找你。那咱来吧，赶紧吧，等不及了啊，赶紧。不是打架，咱们是游戏，游戏。对呀，这找节日是吗？是啊。哦，那我得问问你说，咱这得有单月和双月。是啊，你问问他，谁占单月，谁占双月？好，哎，嗯，谁占单月，谁占双月？单双月啊，随你们挑，我们挑。哎，你们先挑，他让咱挑，让咱挑。对，那咱得来双月。为什么呢？你想啊，单月先说呀，他说完，咱照猫画虎。好说呀，还是你灵。是是。哎，嗯，我们占双月。占双月。我们占双月。哦、嗯、我呢？您占单月啊。哦哦哦哦。您想，您单月先说啊、我们双月后说。对。我们一照猫画虎。嗯。我们也就说是，哎，我怎么都说出来了。嘴太快了。完了，搂不住话。都吐、啊、我们双月。我占单月。对。你们占双月。是。可以。好不好？就这么决定了。就这么定了。没有问题。嗯，没问题。咱来吧，来吧。
我别来呀、啊！酒呢？酒啊！等着啊！我给你拿酒去。别喝，现打酒，还打酒呢？不是，咱这方面知识真行，特别好。可是民族传统节日没问题呀、啊，月月都能找上来。哎，好，看我少影心上，我80多岁了。酒来了，哎，怎么样？不好放、啊，这就是酒是吧？哎，别碰！哎，怎么了？不能碰，这酒已经斟满了。啊、嗯，一碰就洒，一蹲就流。他说这就是酒，这就是酒。对，酒怎么喝呀？这酒怎么喝呀？不知道啊，不明白。告诉你啊，就这么喝。哎，他说就这么喝，就这么喝。嗯，我有点不明白。你问啊。咱要是说对了怎么办？哎，比如说我们找节日、啊、我们说对了，这怎么办？说上来了，嗯，有这个节。怎么说？大家也公认，嗯，这叫政令。哦，可喜可贺，敬酒三杯。他说这为政令、啊、可喜可贺，敬酒三杯。哎，我有点不明白。你问，这敬酒三杯怎么个敬法？哎，嗯，这酒怎么敬法？嗯，不知道啊，不明白。告诉你，就这么个敬法，明白了。他说就这么个敬法。嗯嗯嗯，我还是有点不明白。哎，你说、啊，咱要是说错了怎么办？哎，比如说啊啊，您找错了，这怎么办呀、哦？找错了，嗯，大家不公认。对了，没有这么个节，不认可，这为乱令。哦，那得罚酒三杯。他说这为乱令，罚酒三杯。嗯、哦，我有点不明白。您说这酒怎么个罚呀？这酒怎么罚法？罚酒啊！啊，告诉你，就这么罚。他说就这么罚，明白了。哎，我还是有点不明白。我明白了，神没玩，我喝七杯了。咱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咱们那行，可以吧？咱可以开始了吧？开始了，开始了。来，嗯，明白了啊，明白了，咱开始了啊。对对对，我是正月，正月，正月十五。元宵节有没有？我问问、啊、哎，你随便俩人。哎，正月十五元宵节有这节吗？有，真有，有这节。哦，元宵吃元宵，逛花灯。对对对，都是那天发生的事儿。有这节，有哎，有怎么办？有呗，政令啊。啊，是啊，可喜可贺，敬酒三杯啊。敬酒，好极了。来来来，别动别动，没告诉你、哎，这已经斟满了，一碰就洒，一蹲就流。不是，你不能下。他怎么不让敬啊？你要干嘛呀你？你过来也没有用，这不敬酒三杯吗？怎么还不让敬、啊？你没听明白啊？政令谁找上来的？你找上来的。对呀、啊，我找上来的敬酒三杯，这三杯酒得你们喝。哦，你找上来的酒我们喝，你们喝呀？那我们要找上来的呢？那我喝。这回谁喝？你们喝，我们喝。哎，喝去。不是，这怎么咱们喝呀？你人说上来了。说上来咱喝，咱要说上也让他喝呀。对，是不是？咱给后道堵死了。对，我们喝，喝啊，我们喝，敬酒三杯。好，该听你们了。嘿，二月，听咱了哈。嗯，二月是吧？我想想啊，二月初二，二月初二，对，什么节呀、啊？什么节呀、啊？龙抬头啊。什么节？抬头节吗？抬头节没听说过，有抬头纹哪有抬头节呀、啊？乱令了啊！没这节，乱令了，乱令，那怎么办？乱令怎么办？乱令罚酒三杯啊！好极了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你看他又不让罚。不，咱已经说好，你再过来也没有用。你想干嘛？咱不能矫情啊！谁跟你矫情了？我问问你啊，二月初二龙抬头，这谁找上来的？我们找上来的。你们找乱了，三杯酒得罚你们。我们乱了，这酒我们喝，多新鲜呢！那一会儿你要说乱了呢？那我喝，这回谁喝？你们喝，我们喝。哎，喝去！怎么又是咱喝呀？咱不找错了吗？咱找错了，咱喝。咱找错，咱喝。又是他找错了，让他喝。对对对，玩的就这么举起，后道放死了。哎啊，罚酒三杯。哎，看着就痛快。该听我的了啊！您来。三月初九，寒食节。我问问有没有？
三月初九寒食节有，有，我这还没说完呢。有，真有这节，这天都吃那个凉东西嘛。啊，寒食，寒食节。行行行，有有有有，有啊，有有有，那行了，来喝，可喜可贺，敬酒三杯。听你们四月，四月可该咱了。嗯，该咱了。哎呦，四月，放心，以后都让他喝啊。好好好，四月是吧？四月二十八，四月二十八。什么节？什么节？乱穿纱。什么节？穿纱节。穿纱节。对，没听见说过啊？又乱令了，没有穿纱节。你这又乱令，来来来，罚罚酒三杯，罚酒三杯。好好，听我的啊，您来。五月初五，端阳节。有这节吗？有，准得有啊，肯定有啊。来来来，喝喝喝。敬酒三杯。哎，你们六月，六月，来，快快了啊，马上让他喝。六月，我想想啊，六月，六月初六，六月初六，什么节？什么节？看古秀，看古秀。问你什么节？什么节？古秀节，古秀节。对，这不胡说八道吗？哪有这么个古秀节？哪有这么个节？有歌谣吗？怎么说呀？六月六我看古秀，我春打六九头啊！六月六我看古秀，我春打六九头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他又改了，愣惯了。没有这么个节的。什么怎么办？我都喝完了，喝完了。就我七月啊，七月，嗯，七月初七，七巧节。您这酒就多一放下的。什么意思？来，你问问。喝喝，不用问，准有。郭麒麟啊，咱可喝了半年多了，您看是不是咱让他喝一回啊？没问题，真能这样吗？准让他喝。八月，问题啊，咱可想好了说，以后都是他喝。行嘞，行不行？行行行，想想八月是吧？八月十六，八月十六，什么节？什么节？四宝过生日。四宝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这都哪儿挨哪儿啊？二月二龙抬头，四月二八乱成差，六月六看舞秀，到八月也不知道谁生日，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？干脆我自己找，我找着就比他强。八月十五中秋节，列位有没有？嘿嘿，喝酒！你别着这么大急，行行，中秋节有，哎，我喝，喝，喝几杯？三杯。不。啊，我喝两杯。为什么喝两杯啊？刚才你这儿蹲洒了一杯，两杯也得给我喝。我还喝一杯。怎么又一杯了？这儿又碰洒了一杯，一杯也得喝。一杯我怎么喝呢？我怎么喝你怎么喝？那你是怎么喝的呢？我就是这么喝的。我一杯都不喝了。怎么？你替我喝了。你也来一杯吧。